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梁耀忠老师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我哋就讲讲一个好即系基督徒，我谂相当之热衷嘅一个题目。非基督徒都好中意特別聽，唔係非基督徒聽人想驚，都會驚係。就係啟示錄係嘛？咁我第一樣嘢咧，即係我唔熟啦，我想問問咧，其實啟示錄係咪即係基本上一個世界末日嘅預言書嚟嘅？好多人由第一世紀到今日都係有咁嘅，即係都當以都係咁嘅睇法。即係喺聖經嚟講咧，尤其是新約聖經咧，全部經典咧大部分都係講耶穌嘅生平啦、福音書啦，跟住就係保羅嘅教導啦。但係咧就好奇怪，有一本咧係完全唔能夠用字面解經，一定要即係裡面講嘅嘢係天花龍鳳啊，講緊一啲獸啊、七頭龍啊、有啲戰士啊、災難啊咁係完全唔係同原本聖經格格不入嘅。咁啊，好多人就認為呢即係呢本書就係講緊即係由第一世紀開始已經人認為呢本書就是末日發生的時候的景象。但是呢耶穌講在福音書裡面所講的就是說末日的發生的時間呢就是在他這一世代他即是當時跟門徒講話啦，他就說在我眼前的門徒你們會目睹這個末日的發生。所以呢當時的基督徒呢就很緊張，只要有少少耶穌所講嘅，譬如話聖殿被毀啊，因為啲磚會冧落嚟，咁佢就即刻假設到，即係聯想到呢一個係講聖殿被毀，然後咧就知道哦，如果聖殿係被毀嘅時候，即係話耶穌所講嘅佢第二次降臨，同埋之後發生嘅一連串嘅嘢啊，天災啊，四個騎士啊，都會同時間來臨。即是一個連鎖性的，他們有少少的蛛絲馬跡就會去認為哦，世界末日即刻來。所以在過去的這個由第一世紀到現在，我昨晚數過有八，就是差不多有至少是有過百個曾經聲稱或知道耶穌來臨的日子，差不多每隔15年就有一次世界末日的。就很顯示他們其實是一個很基督徒，即係唔係基督徒啦，即係相信啟示錄或者相信福音書末日預言嘅人咧，佢哋係經常處於一個歇斯底里嘅狀態，就係覺得啊，我可能下一分鐘就係世界末日。咁基督教就因為依個信仰咧，即係耶穌當然係叫啲門徒話你唔好預測嗰個日期，因為冇人會知道個時間。但係好多信徒都不斷啦，尤其是反異端嘅教父啊，佢哋都已經好肯定係早期話幾多年就會世界末日。咁啊去到因為嗰陣時羅馬教廷出現咗咧，佢就認為羅馬教廷就係啟示錄嗰個大淫婦。因為有咗呢個假設，係咪嗰個 Whore of Babylon 啊？係啦，巴比倫嘅大淫婦。所以咧，佢哋就好相信咧。公元3-400年嗰時咧，就好提倡係咁，經常話世界末日。跟住第二個高潮時期咧，就係去到呢個1000年，因為1000咧又係一個敏感數字啦，即係咁1000之後就到2000係嘛？1000之後咧，佢就後屘就1003咧就另外一次嘅，因為佢話要計翻耶穌另外佢話耶穌係有3年做咗出世，所以冇計少咗。咁喺去到呢啲咁嘅末日年咧，就出現大暴動，同埋整個社會大混亂。咁去到我哋嘅其實去2000年之前咧，就係有呢一個喺呢個19世紀美國咧，就興起好多唔同嘅基督教派之內嘅異端啦。譬如呢個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啦，有呢個弗林芒斯嘅教會啦，等等。呢一啲嘅派別點解會同基督教去分離咧？除咗佢哋有啲教義差異之外咧，仲有呢個耶和華見證人。呢三大基督教派裏面嘅一啲支派，佢叫異端啦。咁因為佢哋都係曾經預測耶穌係幾時嚟到，但係後來冇嚟到啦。咁佢哋交代嘅原因就係話耶穌喺天國，即係喺呢個天國上高已經來臨咗。咁呢個叫隱形復臨論啦。就過咗呢個19世紀嘅高潮之後咧，咁就因為呢一個咁嘅末日預言同埋咁多支派嘅分裂咧，就係形成咗
之後的基督派的誕生，這個基督派就是抗衡基督教再有這種類似的自由解經下 的一種抗衡，即是簡單來說你就不可以立亂你喜歡怎解是怎解，是一定有一個字面的解釋，是他這樣說你就這解，所以基督派都不是一個空穴來風本身。跟住去到就是2000年就是這個千年蟲問題也都是形成巨大的很多的恐慌到2000年之後都依然是有一些不同的教派會好像之前那個香港的石安教會也都是在接近2000年的時候叫那些信徒全部要執曬結準備末日這種經常去準備末日的心態呢，即其實是一種很能夠操控到信徒在一個 discipline 之下，即你不按照我們教會某種行徑呢，你就會不知道明天的末日你就冇份噶啦，即係有一個咁嘅威脅情況喺度。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嗰個咧，我相信咧就唔會喺這個節目講完之後咧，大家係唔信嘅。我覺得一路都有人相信，繼續相信世界末日。咁即係你信唔信咧？呢個就唔需要我哋說服你啦。但我覺得咧，即係喺我哋讀文學嚟講咧，其實啟示錄咧有相當之重要嘅意義嘅。因為入邊咧好多異象咧。基本上我哋都一路沿用落去嘅，無論你同唔同意啊。舉個例，譬如七封印啦，四騎士啦，係嘛？仲有一隻怪獸咧，其實我係見到嘅。我就話俾你聽，唔係我自己發夢見到，就我喺真實嘅地方見到。咁喺邊度咧？就澳門大三巴。那個教堂度咪冧曬嘅。係啊，我影過相。咁有人話俾我聽，即係有人話俾我先知，原來嗰度就有嗰個啟示錄入邊嗰只怪獸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大三巴，就不妨留意一下嗰只幾個頭嘅怪獸喺度咯。好啦，嗱，譬如有呢啲異象咧，咁我想第一樣想問你啦，就係你估計食嗰個人唔係寫呢個啟示錄嗰位朋友咧，佢寫嗰陣時係咪進入咗另外一個精神狀態？首先講佢嘅身份先啦，好多人就邊個寫？係就認為佢使徒約翰啦。咁但係因為學術界嚟講咧，就相信佢已經係喺呢個猶太戰爭之後，就普遍嚟講就認為係公元九十年嘅，即係話佢應該係第三代嘅基督徒，即係話已經係冇目睹過耶穌嘅第一身教導嘅一啲信徒咯。咁他就即一路等候啦，即係佢哋認為呢個世紀耶穌會翻嚟，咁但係一路未翻嚟，但係突然之間就經歷咗呢個猶太戰爭啊，同埋好多信徒被呢個殉道，咁咧咁喺一個咁情況之下咧，就佢唔知咩緣故就去咗呢個拔摩島，然後去咗拔摩島嘅時候咧，就話接收到呢個異象。咁我哋從呢、這個啟示錄嗰個文學結構咧，佢非常似猶太嘅一啲譬如但以利書。書啊，一啲猶太叫啟示文學啦，但係你再睇翻我哋之前喺神秘之夜講過嘅一種文學，叫做呢個麥卡法、麥卡法呢個戰車嚇戰車呢種文學，麥卡法 literature 咧。其實個結構好似嘅，都係見到寶座上高有人子，然後有呢個四護物啊，呢一類型嘅嘢。咁我好相信佢喺拔摩島咧，其實嗰個接收異象唔係一個被動式嘅，而係都係主動一種早期基督教一種打坐修行而接收到見到呢啲異象。咁但係。如果不修行打，會不會吃了藥之後見到這些東西呢？即是去拔摩島拿一些蘑菇啊，或者甚至如果你關心說吃了一些迷幻藥，即是見到這些的vision 啊。佢依vision 咧，如果你從即係一個當佢係一啲冇意思嘅異象，或者一啲純粹係靈異嘅一啲異象去睇嘅時候咧，咁佢可能係冇意思。但係有一派咧叫做 Patterism 咧，中文譯做過去論，佢就係指咧啟示錄裡面嘅每一個內容啊，講緊獸啊，所有嘅事情啊，其實咧都係講緊第一世紀猶太戰爭裡面發生嘅細節，每一件事情。咁當然唔同嘅人傳釋有一啲，即係譬如個騎士係邊個，都有唔同嘅版本。啊，這個你應該會講講啊，咩666啊啲咁啊，係啦。咁即係其實咧，即係話啟示錄本身咧就唔係虛無縹緲嘅，就唔係話信徒唔準睇啊。因為裡面講嘅嘢係禁止，即係普通人唔明啊。其實唔係，佢反而係講即係教會就話係將來嘅事啊，或者係普摩度有呢個硫磺火湖啊。咁但係呢個過去論咧就係講緊話
啟示錄寫個作者的動機呢，就是將當時猶太戰爭基督徒面對的困難和迫害，將它寫成用一些他們已知的神話，譬如一些包括埃及啦、拜火教啦，同埋呢個迦南的神話裡面的獸，其實全部都有可以找到 reference 嘅，即係啲故事將佢砌埋，然後暗示當時的政權在做一些什麼迫害，因為他不可以直接寫出來，他就用一些神話的方法，用譬如那隻獸怎麼和那隻獸打，即怎麼出現，為什麼會在海上出現，這些全部都是有這個，在過去論來說就是說已經發生了，他只不過是一個技術，即這個換言之跟我們蔡所說的是剛相反，這個語言實際上就不是語言，就是說回歷史記錄，歷史記錄是吧，好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風格呢就很不同其他的收錄在聖經裡面 的書的風格，當其時呢是這個正典的收集的過程裡面，有沒有人吵過是不應該放啟示錄入聖經裡面，有之後吵幾千年了，由最開頭的早期 的教父呢，大部分都認為這個啟示錄呢是不屬於正典啦，特別是呢有教父提出過呢，他是源自一世紀的一個靈知導師叫做 Serifus， 他認為 Serifus 提出即是將這個啟示錄寫了之後呢，其實可能收集，其實可能是收集在塞利派的一些經典，然後改了一些耶穌 譬如說的字眼下去，所以基督教化了，因為啟示錄本身裡面的內容就已經是不基督教化的，即譬如他沒有提過保羅書信任何東西，他沒有說耶穌釘十架，沒有說耶穌行神蹟任何事情，去到這個一路在中世紀，即sorry，在一路在這個在二三四世紀呢都是受到爭拗，同埋係譬如講緊我哋之前講緊黑馬無人書啊，或者二六一書的歡接受程度都高過去嘅。但係去到呢、這個第四世紀呢個迦太基會議嘅時候咧，之前迦太基會之前咧，東西兩邊的教會咧都係反對用，都係反對啟示錄嘅。佢哋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當時嘅曼他魯派啦，曼他魯派咧就即係今日嘅靈知派，唔係嘅靈恩派，就係嗰啲講方言啊，着重醫病講鬼嗰種派別，就經常高舉呢個啟示錄，所以兩邊的東西羅馬東西的教會呢都不覺得應該將它列入正典，在迦太基會議的時候，但是咁點解最後又會列入正典呢？咁呢本書 Elian Pagels 的 Revelation 都同埋之前幾本書都提出過，就係因為喺一至四世紀的大大小小的各地方教會咧，佢哋都認為都一路有傳統咧，就係有接收聖靈的能力，就由聖靈再去啟示佢哋，再甚至乎再寫一啲經典，因為早期當時冇聖經嘅概念噶嘛，任何嘅接收咗聖靈嘅信息都係寫經典。咁佢就教廷為咗禁止呢啲無止境嘅經，即係好多經典當然嘅內容就係同教廷所各教導嘅無關啦。有好多就係話，譬如你能夠飲譬如多馬福音咁，你飲咗我嘅水就你就能夠成為我啦。腓立福音就話一個基督徒最終嘅目的唔係成為基督徒，而成為基督。即係早期好多係講緊唔需要經過宗教嘅教會就可以成為基督嘅教導。咁教廷為咗終止呢一個無止境的聖靈的一種啟示呢，就揀了在混混當時有很多本啟示錄，有差不多有六七成就是在拿哥馬利古本裏面發現的靈知派的啟示錄，有些非靈知派的啟示錄譬如多馬啟示錄，它就是跟啟示錄很接近的，也都是描述當時的歷史和戰爭的。羅馬教廷就找了一本比較可安全一點的，都是維穩，都是維穩，是一本維穩，其實純粹是維穩作用嘅啫。唔係，咁呢個應該講講係相對地，佢冇咁刺激，係嘛？咁啊可以受控制。因為裡面嘅嘢比較唔係好難明，因為係啦，有好難明啊！即係你話如果唔明嘅，咁好自然你揾
教會找人幫你解嘛，咁佢解得明，咁你咪要聽佢講咯。OK， 最重要即係我自己唔明嘅地方，仲有咧呢本書咧，呢個啟示錄係原文係咩文寫嘅？哦，佢原本係一種比較差嘅希臘文，即係通俗嘅咧。如果我哋睇到係通俗嘅希臘文啦，就冇即係比對比起約翰福音嚟講咧，就係一啲好優雅嘅，即係受高深學問嘅希臘文。好嗱，呢一個即係啟示錄入邊咧，雖然話頭先你講話一種比較低層次嘅，即係或者所謂 vulgar 嚇，比較通俗嘅希臘文，但係佢入邊咧，即係都幾多我哋而家今日難以解釋嘅嘢。舉個例，譬如話呢個七字，佢點解入邊咁多七樣嘢喺度？即係排列嘅。這個咧就係因為啟示錄個作者咧，佢好可能就係、是因為佢講到佢認為保羅咧係假使徒嚟嘅，即係佢同保羅唔啱嘅，同埋佢主張唔可以食一啲外邦人嘅食物嘅，但係保羅係話可以食嘅，咁即係好明顯咧，佢係同呢啲猶太基督徒嗰一物係有關嘅。咁呢個七咧就係猶太基督徒嚟講咧。就極有可能就係艾塞尼派啦。咁艾塞尼派咧，佢哋就好同呢個埃及啊、巴比倫啊、對於星象啊嗰啲就好接近。咁呢個七咧就我都係睇其中一本書嘅解釋、就其實同呢、這個七粒行星有關。七粒星。即係簡單嚟講，就呢個七嘅靈感就係嚟自星嘅。係。但係咧嗱，雖然如此啦。因為我哋以前講過，譬如猶太嘅加巴拉咁樣，佢對呢個有一其中一樣叫數字神秘學，佢會唔會其實都係嚟自即係呢個加巴拉嗰種數字神秘學嘅？除了數字神秘學啦，同埋嗰個 geometry 啊，即係嗰個，我哋以前有講過啦嚇，都係完全有關。即係如果講翻七嘅最早源頭，就其實佢係古代巴力嘅神聖數字。後屘就耶和華借用咗呢個七嘅數字，去變成佢哋嘅神聖數字咁啊。因為喺詩篇裏面就講到話，巴力就顯現咧係會有七個雷咁啊。以我估計咧，呢本書喺新約入邊咧，咁喺傳統嘅猶太教入邊，呢本書應該佢哋唔會睇，或者唔會有任何嘅評論嘅。係冇嘅，係嘛嚇？已經抄完嚇。好啦，就入邊咧，頭先我哋提到嗰個數字神秘學嗰度咧，亦都牽涉到嗰個就係話解經嘅問題啦。最簡單嚟講啦，就係而家講嘅666。咁大家知道啦，睇呢、這個即係空少啊，咁通常都有呢啲噶嘛。咁但係。嗰、那個如果係作為一個歷史解釋，係咪講呢個羅馬帝國嘅皇帝尼禄咧？係啦，最喺學術上最廣泛講法咧、就是，就係佢因為有另外差本揾到616，咁如果計算嚟講咧，尼禄個名咧係616同666都計到。點計啊？呢個數？是用希臘嗰個 geometry 轉化翻個數字加翻去。頭先我哋講過呢本書本身就有得人睇。即係猶太教的信徒唔睇，咁但係佢又攞咗呢個尼禄，咁換言之就係起碼係受呢樣嘢，就係一定係受到猶太教影響。你意思係呢個六用呢個六六六呢個字去表達呢一個咁嘅魔鬼呢樣嘢，一定係受猶太人影響咯。本身佢啟示錄本身同埋艾塞尼派都係有一個猶太淵源。猶太淵源喺度，譬如佢裡面講到話最後嘅善惡戰爭啊，嗰、那個光明對黑暗啊，都係由嗰個寫開古卷嗰邊嗰邊嚟嘅。嗰邊嚟嘅嚇。嗱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尼禄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即係英語殘片啦，就叫暴君。焚城錄啊！咁你可唔可以簡單即係講一講呢條友點解搞到呢個基督徒咁慘？其實佢初頭佢都唔係好睇得基督徒好上眼，好即係想都唔想好想搞佢哋。係啦，唔想搞佢哋，但係就因為佢就係嗰個焚城嗰單呢件事之後咧，就令到佢好突然之間好憎恨基督徒，即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咁所以好多人就估計佢係即係焚城之後佢就叫做迫害基督徒啦。咁好多人估計咧，即係相對喺好多嘅唔同年代咧，都有人會將呢個六六六去 apply 去對於佢哋，譬如即宗教或者政治嘅個對敵。
然後就會將加諸於佢身上，然後就話佢哋係依個邪惡。好似呢、這個佢頭先講緊話依個啟示錄唔受承認嗰個問題咧，咁去到馬丁路德咧，佢早期直頭話啟示錄係一本即係完全一文不值嘅書啊。咁佢連佢寫佢印嘅聖經咧，都將冇嘅冇嘅，係啦，喺附錄度擠少少。咁、但係當佢後來發現咗原來咧。這個路路路是可以拿來攻擊天主教的一個超強武器，因為可以找裡面在個天主教的教廷裡面找到一隻路路出來是就是一個超強武器，他立刻就拿回這個啟示錄出來用，即其實是這樣的，即很多政治的張就在後面、但是這個666到今天都沒有停止過，因為大家近年都知道，即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 Microsoft 裡面砌到這隻666出來是即其實666是一個即好像一個西方的一種禁忌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实际上到今天都没停过的。是啊，即是因为我觉得西方整体的社会的一种心理禁忌，我觉得是一种。是吗？即是其实它本身的原意就不是一种没有一种这样的恐惧。它另外一句它就说每一任记者不得作买卖。这句说话呢其实暗意里面呢、有学术界就说暗示了，就是其实这个作者背景他就是艾塞尼派，因为艾塞尼派是繁物公用的、他们是不需要作买卖的、他认为买卖这个行径已经是一个邪恶的行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那个维基百科看看，即是解释666这个啦、因为它数字上呢它就可以排成即一些比较特别的、形象的、那里呢就可以砌一个三角形出来、但是剛才你說出來我是塞尼派，但是這種這樣的即對數字的一種神秘化呢其實就一定是、源於這個畢特·高拉斯那一派、所以我懷疑呢即這個可能都即在猶太教之前更加早已經 有這一樣的、即東西存在、只不過就是後來就猶太教就用得比較多了。如果講到話呢只六六六咧，喺個即係個書入邊係咪形容為一隻怪獸，一隻禽獸？唔係，佢形容係一個印記。印記係印記係，但係只不過基督徒後屘將六六六等同咗撒旦咁解啫。哦，係呢個印記先就話即係印喺個皮膚上邊。係啊，所以嗰陣時喺基要派嗰陣時就會即係會流傳就話係巴曲啦，或後屘就話會植入嗰啲嗰啲叫咩 chips 啊 chips 啊嗰啲晶片。係啊，其實過往二三十年咧，即係電腦啊，任何你接觸過嘅新科技嘅嘢咧，基督教作為一個保守宗教咧，所有新科技咧，佢都話過係六六咁滯嘅。咁但係呢個六六六咧喺舊約入邊有冇出現過咧？冇，佢冇啊。士巴女王曾經提及過話要六六個天才，即向所羅門借六六個天才，但係就冇相關嘅。OK， 好啦，嗱，咁呢個即係啟示錄本身咧，就佢賦予呢啲咁數字咧，就即係好多嘅神秘嘅色彩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仲有呢個所謂 Whore of Babylon。巴比倫即記啦，呢個其實係點解嘅咧？呢個就係、當時個作者寫整個啟示錄文章裡面嗰個針對緊嘅一個腐敗政權。因為佢用腐敗政權，即係女性咧，佢就係同一個政，即係同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相關。咁佢講緊依個 Hof Babylon 仲坐喺個獸上，嗰個獸就代表嗱呢個七頭怪獸就係我嗰陣時我喺呢個大三巴見到其中一格入邊見到嗰只嘢嚟嘅。七頭怪獸最早就源自迦南神話嘅，跟住不斷演變就去到啟示錄先至變魔鬼啫。咁叫洛聽叫做。咁即係話去到一個已經係一個政權同宗教結合嘅時候，所以當時基督徒見到羅馬帝國同基督教結合咧，就好相信嗰時就係世界末日，就係咁嘅原因。咁佢講呢個即係巴比倫，實際上係咪指羅馬帝國咧？是啦，一個暗示嚟嘅。暗示嚟嚇。咁但係以當其時羅馬帝國，即係特別係羅馬本身嚟講咧，即係嗰種咁嘅酒池肉林咧，又的而且確好似佢入邊都有講呢樣嘢咁喎，係嘛？係嘛？好啦，嗱，咁除咗呢個即係羅馬呢個可能性之外，有冇可能講翻係耶路撒冷咧？耶路撒冷佢另外有講叫做 City of Peace 嘅，咁都可以講講究竟呢個城市同呢個一個女性形象嗰個關係。咁
在舊約呢，這個以斯拉呢都曾經是出或者講講這個啟示錄的12章先，他就見到一個，即是剛才有這個巴比倫，有這個大淫婦，即是基督教就很喜歡說有大淫婦是天主教的，不知道為什麼。在12章就出現一個披星踏月的一個女人，然後這個女人就產子，後來就被撒旦追趕，就去了沙漠產子。近代或者大主流的神學啊，歷代都會話呢一個女性咧，天主教就話係聖母瑪利亞啦，咁而個基督教咧就話佢係以色列等同一個國家，即係嗰個國家等同一個女性。學者就睇翻呢一段嘅追趕嘅故事內容咧，其實係完全同你怎樣陷都陷不到跟耶穌出世的個故事的關係，很明顯就是借用自一些較古代的一些神話傳說，譬如埃及的荷魯斯啊、Isis 啊的出世啊。而在拿哥馬帝古本裡面有一本叫亞當啟示錄呢，裡面的記載就是講這個女人啊，在去到沙漠產子啊，追捕然後隻鷹提起她，這一段呢是完全記載就是我在拿哥馬帝古本裡面，很明顯啟示錄是照字搬去過嚟。咁點解話要特別要提到依個巴比倫，然後到依、這個披星戴月嘅女人？咁究竟係同耶路撒冷咁個究竟係一回咩一回事咧？咁喺第一聖殿神學呢個 Margaret Barker 裡面咧，佢就講過話，其實喺舊約好多先知成日都提及到講耶路撒冷女子啊，即係喺度就會 morning， 即係會哭啼啼，就話佢被戰敗咗啊，入侵咗啊，咁就經常會提到呢一個耶路撒冷女子，就等同講緊係依個耶路撒冷嘅城。咁咧去到以斯拉記就出現咗一個好特殊的情況，就以斯拉咧，佢就行下咧喺嗰個曠野度咧，就見到個女人喺度喊，咁佢就問個女人：你做乜喊？佢話因為耶路撒冷傾倒咗，咁佢就安慰依個女人。咁喺一安慰佢嗰剎那，突然之間咧，依、這個女人就化身成為你估變咩？就變咗做一個耶路撒冷城出嚟。就同啟示錄見到個新天新地嗰個城嗰、那個感覺一樣。然後嚇親以斯拉，然後以斯拉就因為咁而可以接收到即係再重新寫一個新嘅聖經，因為當時嘅聖經喺依、這個戰爭嗰陣時喺第一聖年被燒毀曬，咁佢就重新默示過聖經出嚟。咁即係話咧，喺舊約裏面，喺卡巴拉裏面都不斷出現，就係咧會見到一個女人嘅形狀，然後依個女人佢嘅顯現。跟住人咧就能夠接收一啲啟示啊咁嘅情況，咁呢一個情況咧就非常接近咧依一百年咧天主教成日講嘅花地瑪聖母顯靈，嗰個形象咧，即係天主教就話佢係花地瑪嗰個顯現嗰個女性形象就係聖母啦，而且就確認咗啦。咁但係喺以斯拉嘅時候已經有出現過所謂一個自稱係耶路撒冷嘅女子，佢以一個靈似人形嘅狀態顯靈，但顯現咗之後，原來佢係一座城嚟嘅。即係佢，或者佢可以話係一個守護呢個城嘅一個神士，或亦都可能佢就係因為失傳咗耶和華嘅妻子亞瑟拉，佢因為被第一聖殿被丟棄咗，所以佢就用呢個耶路撒冷呢個名嚟做佢一個暗語，然後佢就不斷悲哀，因為要城嘅人唔再拜佢啊嘛，咁佢就感到悲哀，不斷喺度喊，咁就有個咩？即係依幾兩依從呢個第一聖殿到呢一個以斯拉，再去到啟示錄，然後再講到去個依個花地瑪聖母嘅顯靈現，我覺得依一個現象係好接近講嘅嘢。好啦，咁題外話啦，花地瑪預言咧，咁下一節我哋都要提少少嘅，因為呢個都係神秘之翼嘅題材嚟嘅，下一節再翻嚟啊。